台北风台已经在今仔透早4:20哦，对桃园的新屋区附近出海了。桃园虽然风较细了，也唔过哦，佮阿伯脱离暴风圈。台七线的山区哦，嘛有一挂小规模的崩山佮土石流，目前是高的风咯。台面风台为全台湾带来丰富的雨量，在石门水库及水库累积的降雨量超过400毫米，水库的欠水率为50.5%起灌到80.4%，水位先灌到240公尺。水位都不到1/3啊，后来到37.几、48.几，这一次台风赚吃饱了，现在水都吃饱了。水库的蓄水量呢，已经达到1.6亿立方公尺，那水位也已经到达240公尺，那蓄水率呢也提升了30%，达到80%。针对风台带来真侪水量，北区水资源分署除了进行调节性放水，确保水库预防大水的安全，嘛伫早起启动阿武平防积沙水道抢水，顺利甲10万栋的水库积沙抢出去。虽然凯美风台已经第二个早起4:20为新屋区附近出海，市长张宪正也是提醒，虽然雨有较细，但阁还未脱离风台的暴风范围，要继续警戒。伊嘛阁说明放风台假的标准，只要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我们市民朋友如果上班上学，外出有风险的话，我们就会放假，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。风台大水库和福兴山区大汉溪水源头的溪水顶悬，台七线山区路段沿路也是有石头一直放落，还有土面沟的现象，所以还搁伫个预警封路。目前干部单正全力伫清除，等确认风台暴风半径脱离了后，干部单会巡视台七线的路线安全无问题了后，再阁发布解除封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